唱进去跟我对白，对吧？没事，拜托一下，让我翻下一个，下一张，下一张。好，可以来我们瞧一下。对啊，我们要情绪，要情绪卫生哥。他昨天跟他女朋友吵架，所以今天怎么结果？难怪他今天看起来有点乌云在头上的感觉。是啊，就讲爱和平，好像是这样子。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那就拜拜了，快点啊！就撒一点。笑你被骗还不知道？不要笑人家。五、四、三、二。Yeah!念出名字的那一刻，哦，整个大家都干要被吸，干要被吸，这边刚懂了，真的，叫到那个我电脑都在震动，真的，对啊，然后眼泪真的是忍不住哎，对，对，刚刚刚动到，所以那个白音怪怪的，对，不会吧？对个白，不好意思，对个白，好，刚没对白，不是因为他刚刚灯突然闪一下，然后机器怪怪的，哦，那么的。所以要第四次，你想进去跟我对白？对啊，是没事的。拜托一下，让我翻下一个，下一张，下一张。掌声 ，OK， 大家好。掌声 ，OK， 大家好。好好好，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哎，板子下地了，不够白啊。金曲歌王，对对对，不会，因为我觉得很自然的，真的假的？刚才我觉得很自然，真的拿着对白。哎呀，你是在跟你女朋友吵架哟？没有，哦，没有，假的。好，我们要恭喜许富凯呢，谢谢，生日了，对啊，对啊，许个愿，许个愿，对，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去伸展去做，所以呢，希望在今年。最好是在这个月疫情就赶快结束 yeah, 对这个希望大家平安健康这很重要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打到疫苗这个也是一定要的对然后第二个我就放在心里面谢谢 yeah, 谢谢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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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了对大家好希望在公开的活动啊都可以看到那个我觉得刚刚凯凯讲说，因为很多事情都等待嘛，对，有些事情等待，我觉得是值得。当然，比如说这个金曲歌王，你等越久拿到，就觉得越值得。哇，那个 moment 握住金曲奖的那一刻，这几天一直在想说，其实这个奖是大家陪我一起去领的。所以你上台的时候，很多人都上去。
们在台上。没有啦，因为那一天真的大家很替我开心。然后我刚从民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说：“我那一天在电视机前面哭了，是不是？”真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天哪！其实大家真的是陪我去领这一座奖的。很多人说啊，你得金曲歌王怎么样怎么样啊？以后不能怎么样，头不能大。有啊，哦，没有啦，那个 size 还是一样。哎，一样啊，一样就这么大，也不会再大了啦。我那天就跟我经纪人说。他不就那一夜歌王，隔天就正常了、啊。哦，有竞选啊。对啊，隔天就正常，你还是要回归于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啊、你喜欢的音乐啊，就是安那样。而且傅凯在去年呢、啊，其实有一个戏剧作品。对。耶、yeah,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孟婆歌战》饰演的是小诸葛的角色。哦。对，然后呢，我在里头呢演的就是文书。听说你都有点出谋划策，是不是？不敢说出谋划策啦，应该是说有一些任务我都要去执行。哦，那孟婆客栈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戏剧啊？其实大家都说啊，孟婆客栈是比歌仔戏，没有错，虽然是歌仔戏，但是呢加了很多歌舞在里头。哦，我们每一个演员的基本上都一定要会唱，然后呢也要会跳，而且造型都很特殊。哦、对，光这个衣服，每一套衣服加了将近都快要十几万了。哇、哦，对。好期待哦！一定要期待每一个演员。其实我觉得这一部戏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因为呢，其实它里面所讲的就是在阳世间你所没有完成的心愿，过世之后来到我们客栈，我们呢会尽全力的帮你把阳世间的未了的这些心愿对去完成。哇，对，好感人哦！我有看到一点彩蛋啊，真的厉害，因为网络上有点片花，对对对，可以搜寻脸书孟婆客栈。哇，对，而且在民视频道也会跟大家见面哦。是的，希望大家播出时间就在这边，大家要敬请期待哦。好，所以呢，要除了帮凯凯在金曲歌王加油之外，也要帮凯凯的孟婆客栈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拍谁？谢谢你，怪兽，哥，你不要骂我们哦，不好意思哦。好，原来超时了，我们下次见，拜拜。我刚刚也没有讲吧？好辣，没事辣。